每个有足球比赛的日子都是球迷们的节日，那么今天祝各位球迷们节日快乐啊。我是王涛，和我搭档为您解说的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苏东。今天为大家奉上的是一场小组赛的争夺，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挪威女足。输掉揭幕战之后，今天这个主场主队是不容有失了。面对这种放铲，一般都是防守队员被逼得没有办法而想出的办法了，犯规的话很容易吃牌。我觉得这个裁判啊，就是想通过这张黄牌给大家提个醒。啊，有用吗？一般可都没什么用。看看队员们接下来会不会更加小心吧。对的，埃达赫格贝格，对面完全拦不住他呀。阿玛丽埃克兰德，门将证明了自己。看来正想办法找禁区中的队友啊，对方封堵了这脚射门，角球又来了。传向了身边的队友，球交给了格拉汉姆。古罗赖腾，好吧，直接奔门将而去了。娄佳慧，看看这脚传中的质量，这个球被对方解围了出来啊。好的，球还在场内，防守队员在后场及时破坏了这次进攻。球交给了格拉汉姆，交给了王霜，绝佳的机会啊！门将扑到了。哦，我都不敢肯定这是反应快还是条件反射。这个角球直接传到了禁区中央，这个射门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，对守门员没什么威胁。球出界了，继续由他们发角球。这个头球没什么难度啊，轻松的扑救。这样的射门考验不了这个级别的门将。哎，埃达赫格贝格，古罗赖腾，英格里德恩根，这脚球传得不错，应该能找到队友。场上的僵局被打破了。进球的回放来了，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。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，他们也没有慌张，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将球打进。僵局被打破，目前比分1-0。边路很空，这位是艾达赫格贝格，格拉汉姆，全队都要好好感谢一下门将啊。有没有信心直接打反击呢？防守方需要尽快回到自己的位置，带球突破成功，球被对方抢走，反击中断。卡罗琳·格拉汉姆，这脚传球很有威胁。埃达赫格贝格，球进了，梅开二度。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，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。哎，就像这个球一样，随后的这一脚打门也是力量感十足啊，看得人热血沸腾。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-0。娄佳慧，王霜，王霜得分的机会。这个球啊，扑救起来还是有难度的。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，飞向了球门前。张睿，他们在落后2球的情况之下，终于组织起了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。
但是显然啊，幸运女神其实没看他们啊。之前的丢球可能对他们的打击有点大，球员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调整过来。他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加强进攻，创造机会。是，漂亮的抢断，就这样，球被他抢走了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成功带球突破防守，哼，太棒了！再进一球啊，就能扳平比分。什么叫手术刀般精准的传球脚法？看看这脚球就知道了，实在是太到位了。然后打门这一下，面对门将，直接选择了推射，角度拿捏得非常到位。比分被改写成了2-1。看看格拉汉姆的处理，传回给了格拉汉姆，一次成功的扑救。先稳一下啊，慢慢来。泽曼又给了一个角球，拔了个短的，选择往内线发展啊，射门没能威胁到球门。桑斯特沃尔德，古罗赖腾，英格里德恩根，防守非常及时，非常干脆的抢断。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，刚刚我们还在分析进攻中展现出哪些技术特点啊，结果这马上对方就断球大反击了。王双，他对对方球员在周围的分布是了然于心啊，这才能够准确预判到这个传球的路线。卡罗琳·格拉汉姆，古罗赖腾，英格里德恩根，挑传打了一个过顶，不调整直接凌空抽射，又是他打进了第三个进球，上演了帽子戏法。哎，今天的感觉是怎么打怎么有啊！这次是一脚挑传越过了对方的防线，然后他来的真是恰到好处，不用调整，直接凌空打门，真是太精彩了。比分被改写成3-1了，比赛会有一分钟的伤停补时。看看格拉汉姆的处理，格拉汉姆扑得漂亮啊！裁判员一声哨响，双方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。对面完全来，双方回到了比赛场地，下半场比赛开始。目前比分领先的是挪威女足。漂亮，在后场把球断下。王珊珊，控住球了，还在界内。这是个界外球。看看张睿的处理，比分落后，看得出来他们在很努力地寻找机会。愿意尝试是好的，说明他们还没有放弃希望。哎。卡罗琳·格拉汉姆，马伦·米尔德，这次拦截非常漂亮，这样对手之前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啊！这会是一次经典的长驱直入吗？防守队员把皮球解围出了危险区，古罗赖腾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球肯定是门将的。
在后场控球，他也并没有慌张，队友应该能接到。马伦米尔德，艾达赫格贝格，这球连立柱都没碰到，打得太歪了。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很强啊。王珊珊，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进攻，起死回生的机会，你看这个球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哎，你看他拿到球很轻松，绕过了防守，起脚打门，皮球也就应声入网了。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3-2，目前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。王珊珊，他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吗？果然他们一进球就停不下来，连进两球之后已经把比分扳平了。什么叫手术刀般精准的传球脚法，看看这脚球就知道了，实在是太到位了。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漂亮，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。两队今天踢得积极主动，在控球方面都是做了很多的文章，希望这股好势头能够继续延续下去。这样的比赛啊，进球不会少的。阿达赫格贝格，球被门将拒之门外。王珊珊切断了对手的球路，抢断成功。阿玛丽埃克兰，艾达赫格贝格，还好这脚射门被挡了一下。王霜在前场抢断了，能创造出机会吗？射门穿透力不够啊，被拦截了。球交给了格拉汉姆，弗里达马努姆，门将注意力很集中，一记飞扑挡住了射门。门将这个位置就是这样，整场比赛都需要高度的集中注意力。这个角球直接传到了禁区中央，绝佳的扑救啊！我都以为这球要顶进了，没想到门将还能有这样的发挥啊！好，这球没打进，守门员把危机解除了。古罗赖腾选择射门，这就像是在帮门将热身啊。张睿，李梦文，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，防守队员到位有些慢啊，他们没能把球拿稳，反击被对手轻松化解了。距离常规时间结束只有15分钟了，防守队员的铲断造成了对方丢球。蒋瑞，这就是个红牌动作。王珊珊自己带球向前推进，一个横传传到后点，这里有队友接应，这么有希望的一球结果还是没能成功。古罗赖腾，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看来他们不满足于平局收场啊，还在猛攻对方的球门。门将很轻松地把球没收了，这样的打门和直接把球传给门将没有什么太多区别。是的。唐佳丽，王珊珊这次拦截啊真的非常漂亮，让对手之前的组织全部变得徒劳无功了。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有很多进攻的选择，很大胆的防守啊。球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，弹出了底线，
这个时候他们要换人了。角球开向了禁区中心，门将没有松懈，在最后关头扑出了这球。哎呦，太有毅力了！哎，这是好机会。看这个球，他没有给对方突破射门的机会。